陈乔恩，人生不老女神，相信大家都认识吧。将近40岁的人，却拥有一张20多岁的脸孔。在08年的一部青春偶像剧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一炮而红，也被誉为偶像剧女王。不过陈乔恩的恋情也迎来新的一面，终于要落实了。大家都知道陈乔恩出道数十年，在这数十年来，靠着自己精湛的演技，成就了今天的自己。期间也是承受了各种的流言蜚语，不过在这数十年来传出的绯闻男友也是相当的多。然而在众多绯闻男友之中，只认定了一人，那就是他的前男友霍建华。其实霍建华和陈乔恩是在03年的一部偶像剧《千金百分百》认识的，但是两人刚出道时都是新人，所以也比较聊得来，经常被媒体拍到两人非常的亲密互动。然而在一次采访会，霍建华也承认两人之间的恋情，不过当时两人好景不长却分手了。